来了。这是什么、啊、这个啊，火锅呀。这个土豆能煮熟吗？啊，这么大一个能煮熟吗？你不知道切小一点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呢，莴笋，莴笋，这个你这个是棍头，你这个是哪里是莴笋啊？你这个没肉吗？今天有肉，肉不是在这里吗？你不下下去我怎么吃啊？啊，还有自己亲自动手啊？一天都不知道你干些啥事。你这个肉你要提前煮好，等我上来之后直接吃就行了，知道吧？我在这里等你。你什么都往里面放？你不是说要下进去吗？你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那个芝麻酱吗？这火锅不是酱很好吃吗？这肉你就别吃了，都不够我一个人吃的，真的是。赶紧给我倒杯水。谁管你这个臭毛病？啊！要吃独食，吃独食。